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龚延修，双子座。之前别人眼中的我跟真实的我好像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。别人眼中的我有着温暖的笑容，爱心比心，然后非常有礼貌。你好，真实的我呢，其实是非常神经质的。好比说，我会喜欢跟狗狗说英文。Feeling hot? How are you today?Answer me， 他不理我。我会拿着拖把当歌架唱歌，摇滚，摇滚。你是我的小蝴蝶，我可以为你改变。我还会拿着手机看视频，魔性大笑。这就是我，我是龚延修。不管哪个我，都是你们最爱的我。快到优酷以团之名封我吧。